南无华严教主毗卢遮那如来，南无华严教主毗卢遮那如来，南无华严教主毗卢遮那如来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四，十地品第二十六之一。尔时，世尊在他化自在天王宫摩尼宝藏殿，与大菩萨众聚，其诸菩萨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，悉从他方世界来集，住一切菩萨智所住境，入一切如来智所入处，勤行不息，善能示现种种神通，诸所作事，教化调伏一切众生而不失时，为成菩萨一切大愿，于一切事、一切劫、一切刹，勤修诸行，无占懈习，具足菩萨福智助道，普益众生而恒不愧，到一切菩萨智慧方便究竟彼岸，是入生死即已涅槃，而不废舍修菩萨行，善入一切菩萨禅定解脱三昧三摩钵底，神通明智，诸所施为皆得自在，获一切菩萨自在神力，于一念顷无所动作，悉能往诣一切如来道场众会，为众上首，请佛说法，护持诸佛正法之轮，以广大心供养成事一切诸佛，常勤修习一切菩萨所行事业，其身普现一切世间，其因普及十方法界，心智无碍，普见三世一切菩萨所有功德，悉以修行而得圆满，于不可说劫说不能尽，其名曰金刚藏菩萨、宝藏菩萨、莲花藏菩萨、德藏菩萨、莲花德藏菩萨、日藏菩萨、苏利耶藏菩萨、无垢月藏菩萨、于一切国土普现庄严藏菩萨、毗卢遮那智藏菩萨、妙德藏菩萨、旃檀德藏菩萨、华德藏菩萨、俱苏摩德藏菩萨、优波罗德藏菩萨、天德藏菩萨、福德藏菩萨、无碍清净智德藏菩萨、功德藏菩萨、那罗延德藏菩萨、无垢藏菩萨、离垢藏菩萨、种种辩才庄严藏菩萨、大光明王藏菩萨、净威德光明王藏菩萨、金庄严大功德光明王藏菩萨、一切相庄严净德藏菩萨、金刚焰德相庄严藏菩萨、光明焰藏菩萨、星宿王光照藏菩萨、
虚空无碍智藏菩萨，妙音无碍藏菩萨，陀罗尼功德池一切众生愿藏菩萨，海庄严藏菩萨，须弥德藏菩萨，尽一切功德藏菩萨，如来藏菩萨，佛德藏菩萨，解脱月菩萨，如是等无数无量无边无等，不可数，不可称，不可思，不可量，不可说诸菩萨摩诃萨众，金刚藏菩萨而为上首。尔时，金刚藏菩萨成佛神力，入菩萨大智慧光明三昧，入世三昧已，即时十方各过十亿佛刹为尘数世界外，各有十亿佛刹为尘数诸佛，同名金刚藏，而现其前，作如是言：善哉，善哉，金刚藏，乃能入世菩萨大智慧光明三昧。善男子，此是十方各十亿佛刹为尘数诸佛，共加于汝，以毗卢遮那如来应正等觉本愿力故，威神力故，亦是汝甚至力故，欲令汝为一切菩萨说不思议诸佛法光明故，所谓令入智地故，摄一切善根故，善简则一切佛法故，广知诸法故，善能说法故，无分别智清净故，一切事法不染故，出世善根清净故，得不思议智境界故，得一切智人智境界故，又令得菩萨实地始终故，如实说菩萨实地差别相故，圆念一切佛法故，修习分别无漏法故，善选择观察大智光明巧庄严故，善入决定智门故，随所住处次第显说无所畏故，得无碍辩才光明故，住大辩才地善决定故，意念菩萨心不忘失故，成熟一切众生界故，能辨至一切处决定开悟故，善男子，汝当辨说此法门差别善巧法，所谓成佛神力如来智明所加故，净自善根故，普净法界故，普摄众生故，深入法身至深故，受一切佛灌顶故，得一切世间最高大身故，超一切世间道故，清净出世善根故，满足一切智智故。尔时，十方诸佛与金刚藏菩萨无能应夺身，与无碍要说辩，与善分别清净智，与善意念不忘力，与善决定明了慧，与至一切处开悟智，与成道自在力，与如来无所畏，与一切智人观察分别诸法门辩才智，与一切如来上妙身与意具足庄严，何以故？得此三昧法如是故。
本愿所起故，善尽身心故，善尽志轮故，善积极助道故，善修治所作故，念其无量法器故，知其清净信解故，得无错谬总持故，法界智隐善因故。尔时十方诸佛各伸右手摩金刚藏菩萨顶，摩顶已，金刚藏菩萨从三昧起，普告一切菩萨众言：诸佛子，诸菩萨愿善决定，无杂不可见，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，尽未来际，遍一切佛刹，救护一切众生，为一切诸佛所护，入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智地。佛子，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智地？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智地有十种，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已说当说今说，我亦如是说，何等为十？一者欢喜地，二者离垢地，三者发光地，四者宴会地，五者难胜地，六者现前地，七者远行地，八者不动地，九者善会地，十者法云地。佛子，此菩萨十地，三世诸佛已说当说今说。佛子，我不见有诸佛国土，其中如来不说此十地者，何以故？此是菩萨摩诃萨向菩提最上道，亦是清净法光明门。所谓分别演说菩萨诸地，佛子，此处不可思议。所谓诸菩萨随正智。尔时金刚藏菩萨说此菩萨十地名已，默然而住，不复分别。是时一切菩萨众闻菩萨十地名，不闻解释，先生可仰，作如是念：何因何缘，金刚藏菩萨为说菩萨十地名而不解释？解脱月菩萨知诸大众心之所念，以诵问金刚藏菩萨曰：何故净觉人念至功德句，说诸上妙地，有力不解释？一切贤决定，勇猛无怯弱，何故说地名而不未开眼？诸地妙意趣，此众皆欲闻，其心无怯弱，愿为分别说。众会悉清净，离懈怠严洁，能坚固不动，具功德智慧，相视贤恭敬，一切悉专养，如风念好密，如渴思甘露。尔时大智无所谓金刚藏菩萨闻说是已，欲令众会心欢喜故，为诸佛子而说颂言：菩萨行地事，最上诸佛本，显示分别说，第一稀有难，唯系难可见，离念超心地，出生佛境界，
闻者悉迷惑，持心如金刚，深信佛圣智，知心地无我，能闻此圣法，如空中彩画，如空中风象，牟尼智如是，分别甚难见。我念佛智慧，最胜难思议，世间无能受，默然而不说。尔时解脱月菩萨闻是说已，白金刚藏菩萨言：佛子，今此众会皆悉已极，善尽身心，善结思念，善修诸行，善集诸道，善能亲近百千亿佛，成就无量功德善根，舍离痴惑，无有垢染，身心信解，于佛法中不随他教，善哉佛子，当成佛神力而为演说，此诸菩萨于如是等深深之处，皆能证之。尔时解脱月菩萨欲重宣其意，而说颂曰：愿说最安隐，菩萨无上行，分别于诸地，至尽成正觉，此众无诸垢，至解悉明劫，成事无量佛，能知此地意。尔时金刚藏菩萨言：佛子，虽此众集善尽思念，舍离愚痴，即以疑惑，于甚深法不随他教，然有其余劣解众生，闻此甚深难思议事，多生疑惑，于长夜中受诸衰恼，我悯此等，是故默然。尔时金刚藏菩萨欲重宣其意，而说颂曰：随此众尽广智慧，甚深明利能抉择，其心不动如山王，不可轻覆游大海，有行未久解未得，随事而行不随智，闻此生疑堕恶道，我悯是等故不说。尔时解脱月菩萨重白金刚藏菩萨言：佛子，愿成佛神力，分别说此不思议法，此人当得如来护念而生信受，何以故？说实地时，一切菩萨法应如是，得佛护念，得护念故，于此智地能生勇猛，何以故？此是菩萨最初所行，成就一切诸佛法故。譬如书字述说，一切皆以字母为本，字母究竟，无有少分离字母者。佛子，一切佛法皆以实地为本，实地究竟，修行成就，得一切智，是故佛子，愿为演说，此人必为如来所护，令其信受。尔时解脱月菩萨欲重宣其意，而说颂曰：善哉佛子，愿演说，
去入菩提诸地行，十方一切自在尊，莫不护念至根本，此安住智已究竟，一切佛法所从生，譬如书数字母舍，如是佛法依于地。尔时诸大菩萨众一时同声向金刚藏菩萨而说颂言：上妙无垢智，无边分别变，宣唱深美言，第一义相应，念持清净行，实力及功德，辩才分别义，说此最胜地，定界及正心，离我慢邪见，此众无一念，唯愿闻善说，如渴思冷水，如饥念美食，如病亦良药，如风贪好蜜，我等亦如是，愿闻甘露法，善哉广大智，愿说入诸地，成实力无碍，善事一切行。尔时世尊从眉间出清净光明，名菩萨利焰明，百千阿僧祇光明以为眷属，普照十方一切世界，弥补周遍，三恶道苦皆得修习，又照一切如来众会，显现诸佛不思议力，又照十方一切世界，一切诸佛所加说法菩萨之身，作是是已，于上虚空中乘大光明云网台而住，时十方诸佛悉亦如是，从眉间出清净光明，其光名号眷属作业悉同于此，又以照此娑婆世界佛及大众，并金刚藏菩萨身狮子座椅，于上虚空中乘大光明云网台，时光台中以诸佛威神力故而说颂言：佛无等等如虚空，实力无量甚功德，人间最胜世中上，是狮子法加于彼，佛子当成诸佛力，开此法王最胜仗，诸地广至圣妙行，以佛为神分别说，若为善事力所加，当得法宝入其心，诸地无垢次第满，亦具如来十种力，虽住海水结果中，堪受此法必得闻，其有生疑不信者，永不得闻如是意，应说诸地甚至道，入住辗转次修习，从行境界法至生，利益一切众生故。尔时金刚藏菩萨观察十方，欲令大众增进信故，而说颂曰：如来大仙道，微妙难可知，非念离诸念，求见不可得，无生亦无灭，性境恒寂然，
离垢聪慧人，彼至所行处，自性本空寂，无二亦无尽，解脱于诸趣，涅槃平等住，非出非中后，非言辞所说，出过于三世，其相如虚空，即灭佛所行，言说莫能及，地形亦如是，难说难可受，至起佛境界，非念离心道，非运界处门，至知亦不及，如空中鸟机，难说难可视，如是实地意，心意不能了，慈悲极愿地，出生入地行，次第圆满心，智行非虑境，是境界难见，可知不可说，佛力故开眼，汝等应尽受，如是智入行，一节说不尽，我今但略说，真实亦无余，一心恭敬待，我成佛力说，甚法微妙音，譬喻自相应，无量佛神力，闲来入我身，此处难宣示，我今说少分。佛子，若有众生身重善根，善修诸行，善集诸道，善供养诸佛，善集白净法，为善知识善摄，善清净身心，立广大智，生广大解，慈悲现前，为求佛智故，为得实力故，为得大无畏故，为得佛平等法故，为救一切世间故，为尽大慈悲故，为得实力无余智故，为尽一切佛刹无障碍故，为一念知一切三世故，为转大法轮无所畏故。佛子，菩萨起如是心，以大悲为首，智慧增上，善巧方便所摄，最上身心所持，如来力无量，善观察分别，勇猛力、智力、无碍智现前，随顺自然智，能受一切佛法，以智慧教化，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，尽未来际。佛子，菩萨始发如是心，即得超凡夫地，入菩萨位，生如来家，无能说其种族过失，离世间去，入出世道，得菩萨法，住菩萨处，入三世平等，于如来种中，决定当得无上菩提。菩萨住如是法，名住菩萨欢喜地，以不动相应故。佛子，菩萨住欢喜地，成就多欢喜，多尽兴，多爱乐，多事悦，多心庆，多踊跃，多勇猛，多无斗争，多无恼害，多无嗔恨。佛子，
菩萨住此欢喜地，念诸佛故生欢喜，念诸佛法故生欢喜，念诸菩萨故生欢喜，念诸菩萨行故生欢喜，念清净诸波罗蜜故生欢喜，念诸菩萨地殊胜故生欢喜，念菩萨不可坏故生欢喜，念如来教化众生故生欢喜，念能令众生得利益故生欢喜，念汝一切如来智方便故生欢喜，复作是念：我转离一切世间境界故生欢喜，亲近一切佛故生欢喜，远离凡夫地故生欢喜，尽智慧地故生欢喜，永断一切恶趣故生欢喜，与一切众生作一止处故生欢喜，见一切如来故生欢喜，生佛境界中故生欢喜，入一切菩萨平等性中故生欢喜，远离一切部位毛数等事故生欢喜。何以故？此菩萨得欢喜地已，所有部位悉得远离。所谓不活位、恶名位、死位、恶道位、大众威德位，如是部位皆得永离。何以故？此菩萨离我想故，尚不爱自身，何况资财，是故无有不活位。不于他所希求供养，唯专己施一切众生，是故无有恶名位。远离我见，无有我想，是故无有死位。自知死矣，决定不离诸佛菩萨，是故无有恶道位。我所至乐，一切世间无与等者，何况有圣，是故无有大众威德位。菩萨如是远离金布毛数等事。佛子，此菩萨以大悲为首，广大智乐无能举坏，转更勤修一切善根而得成就。所谓信增上故，多净信故，解清净故，信决定故，发生悲悯故，成就大慈故，心无疲懈故，惭愧庄严故，成就柔和故，敬顺尊重诸佛教法故，日夜修习善根无厌足故，亲近善知识故，常爱要法故，求多闻无厌足故，如所闻法正观察故，心无衣着故，不单着利养名闻恭敬故，不求一切滋生之物故，生如宝心无厌足故，求一切智地故，求如来力无畏不共佛法故，求诸波罗蜜诸道法故，离诸谄狂故，如说能行故，常护时语故，不污如来家故，不舍菩萨戒故，
生一切智心如山王不动故，不舍一切世间事成就出世间道故，即住菩提分法无厌足故，常求上上殊胜道故。佛子，菩萨成就如是净智地法，名为安住菩萨欢喜地。佛子，菩萨住此欢喜地，能成就如是大誓愿，如是大勇猛，如是大作用。所谓生广大清净决定解，以一切供养之具，恭敬供养一切诸佛，令无有余。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，尽未来际，一切结束，无有休息。有发大愿，愿受一切佛法轮，愿摄一切佛菩提，愿护一切诸佛教，愿持一切诸佛法。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，尽未来际，一切结束，无有休息。又发大愿，愿一切世界佛心于世，从兜率天宫末，入胎、主胎、出生、出家、成道、说法、示现涅槃，皆悉往诣清净供养，为众上首，受行正法，于一切处一时而转。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，尽未来际，一切结束，无有休息。又发大愿，愿一切菩萨行广大无量，不坏不杂，摄诸波罗蜜，尽至诸地，总相、别相、同相、异相、成相、坏相，所有菩萨行皆如实说，教化一切，令其受行，心得增长。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，尽未来际，一切结束，无有休息。又发大愿，愿一切众生界，有色无色，有想无想，非有想非无想，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三界所系，入于六趣一切生处，名色所摄，如是等类，我皆教化，令入佛法，令永断一切世间趣，令安住一切智智道，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，尽未来际，一切结束，无有休息。又发大愿，愿一切世界广大无量，粗细乱住、倒住、正住，若入、若行、若去，如地网差别，十方无量种种不同，至皆明了，现前知见。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，尽未来际，一切结束，无有休息。又发大愿，愿一切国土入一国土，一国土入一切国土，无量佛土普皆清净，光明众聚，以为庄严，离一切烦恼，成就清净道，无量智慧众生充满其中，
普入广大诸佛境界，随众生心而为示现，皆令欢喜。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，尽未来际，一切结束，无有休息。又发大愿，愿与一切菩萨同一智行，无有怨疾，及诸善根，一切菩萨平等一缘，常共集会，不相舍离，随意能现种种佛身，任其自心，能知一切如来境界，威力智慧，得不退如意神通，游行一切世界，现行一切众会，普入一切牲畜，成就不思议大圣，修菩萨行。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，尽未来际，一切结束，无有休息。又发大愿，愿成不退轮，行菩萨行，身与意业悉不唐捐，若占见者，则必定佛法，占闻因身，则得实智慧，才生净性，则永断烦恼，得如大药王树身，得如如意宝身，修行一切菩萨行。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，尽未来际，一切结束，无有休息。又发大愿，愿于一切世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离一毛端处，于一切毛端处皆悉示现出生出家异道场，成正觉，转法轮，入涅槃，得佛境界大智慧力，于念念中随一切众生心示现成佛，令得极灭，以一三菩提知一切法界及涅槃相，以一音说法，令一切众生心皆欢喜，誓入大涅槃，而不断菩萨行，誓大智慧地，安立一切法，以法智通，神足通，幻通自在变化，充满一切法界，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，尽未来际，一切结束，无有休息。佛子，菩萨住欢喜地，发如是大誓愿，如是大勇猛，如是大作用，以此十愿门为首，满足百万阿僧祇大愿。佛子，此大愿以十尽具而得成就，何等为十？所谓众生界尽、世界尽、虚空界尽、法界尽、涅槃界尽、佛出现界尽、如来智界尽、心所缘界尽、佛智所入境界界尽、世间转、法转、智转界尽、若众生界尽、我愿乃尽、若世界乃至世间转、法转、智转界尽、我愿乃尽、而众生界不可尽、乃至世间转、法转、智转界不可尽故，我此大愿善根无有穷尽。佛子，菩萨发如是大愿已，则得利益心、柔软心、随顺心、极静心、调伏心、
即灭心，牵下心，润泽心，不动心，不着心，沉静性者，有性功用，能信如来本行所入，信成就诸波罗蜜，信入诸圣地，信成就力，信具足无所谓，信生长不可坏，不共佛法，信不思议佛法，信出生无中边佛境界，信随入如来无量境界，信成就果，具要言之，信一切菩萨行，乃至如来智地说力故。佛子，此菩萨复作是念：诸佛正法，如是甚深，如是极净，如是极灭，如是空，如是无相，如是无愿，如是无染，如是无量，如是广大，而诸凡夫心堕邪见，无明复意，立骄慢高床，入可爱网中，行谄狂愁灵，不能自出，心与千极相应不舍，横遭诸趣受生因缘，贪恚愚痴积集诸业，日夜增长，以愤恨风吹心事火，炽然不息，凡所作业皆颠倒相应，欲流有流，无名流见流，相续起心意识种子，于三界田中复生苦芽，所谓名色共生不离，此名色增长生六处聚落，于中相对生处，处故生受，因受生爱，爱增长故生取，取增长故生有，有生故有生老死，忧悲苦恼，如是众生生长苦聚，世中皆空，离我我所，无知无觉，无作无受，如草木石壁，亦如影像，然诸众生不觉不知，菩萨见诸众生于如是苦聚，不得出离，是故即生大悲智慧，复作是念：此诸众生，我应救拔，至于究竟安乐之处，是故即生大慈光明智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随顺如是大悲大慈，以身众心住初地时，于一切物无所吝惜，求佛大智，修行大舍，凡事所有，一切能施，所谓财谷仓库，金银摩尼，珍珠琉璃，珂贝碧玉，珊瑚等物，珍宝璎珞延伸之具，象马车胜，奴婢人民，诚意聚落，园林台官，妻妾男女，内外眷属，及于所有珍玩之具，头目手足，血肉骨髓，一切身份，皆无所习，为求诸佛广大智慧，是名菩萨住于初地大舍成就。佛子，菩萨以此慈悲大施心，为欲救护一切众生，
转更推求是出世间诸利益事，无疲厌故，即得成就无疲厌心，得无疲厌心矣。于一切经论心无怯弱，无怯弱故，即得成就一切经论智，或是智矣。善能筹量应作不应作，于上中下一切众生，随应随力，随其所习，如是而行。是故菩萨得成是智，成是智矣，知时知量，以惭愧庄严勤修自利利他之道，是故成就惭愧庄严。于此行中勤修出离，不退不转，成坚固力，得坚固力矣。勤供诸佛，于佛教法能如说行。佛子，菩萨如是成就十种净诸地法，所谓信、悲、慈、舍、无有疲厌，知诸经论，善解释法，惭愧坚固力，供养诸佛，依教修行。佛子，菩萨住此欢喜地矣，以大愿力得见多佛，所谓见多百佛、多千佛、多百千佛、多亿佛、多百亿佛、多千亿佛、多百千亿佛、多亿那由他佛、多百亿那由他佛、多千亿那由他佛、多百千亿那由他佛，悉以大心身心恭敬尊重，诚事供养，衣服饮食卧具医药，一切资生悉以奉施，亦以供养一切众僧，以此善根皆悉回向无上菩提。佛子，此菩萨因供养诸佛故，得成就众生法，以前二摄摄取众生，为布施爱语，后二摄法，但以信解力故，行为善通达，是菩萨十波罗蜜中谈波罗蜜增上。于波罗蜜非不修行，但随力随分，是菩萨随所勤修，供养诸佛，教化众生，皆以修行清净地法，所有善根悉以回向一切智地，转转明净，调柔成就，随意堪用。佛子，譬如金狮善巧炼金，烁烁入火，转转明净，调柔成就，随意堪用。菩萨亦复如是，供养诸佛，教化众生，皆为修行清净地法，所有善根悉以回向一切智地，转转明净，调柔成就，随意堪用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住于初地，因从诸佛菩萨善知识所推求请问，于此地中相即得果，无有厌足，为欲成就此地法故，亦因从诸佛菩萨善知识所推求请问，第二地中相即得果，无有厌足，为欲成就彼地法故，
亦应如是推求请问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地中相即得果，无有厌足，为欲成就彼地法故。是菩萨善知诸地障对治，善知地成坏，善知地相果，善知地得修，善知地法清净，善知地地转行，善知地地处非处，善知地地殊胜智，善知地地不退转，善知尽至一切菩萨地，乃至转入如来地。佛子，菩萨如是善知地相，始于出地，起行不断，如是乃至入第十地，无有断绝。由此诸地智光明故，成于如来智慧光明。佛子，譬如商主善知方便，欲将诸商人往诣大乘，未发之时，先问道中功德过失及住止之处安危可否，然后举道资粮作所应作。佛子，彼大商主虽未发足，能知道中所有一切安危之事，善以智慧筹量观察，备其所需，令无乏少，将诸伤重乃至安隐到彼大乘，身及众人，悉免忧患。佛子，菩萨商主亦复如是，住于初地，善知诸地障对治，乃至善知一切菩萨地清净，转入如来地，然后乃具福智资粮，将一切众生经生死旷野险难之处安隐得至萨婆惹城，身及众生不经患难。是故菩萨常因匪懈，勤修诸地殊胜净业，乃至去入如来智地。佛子，是名略说菩萨摩诃萨入菩萨初地门，广说则有无量无边百千阿僧祇差别事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住此初地，多作阎浮提王，豪贵自在，常护正法，能以大师摄取众生，善除众生千贪之垢，常行大师，无有穷尽，不失爱与力行同事，如是一切诸所作业，皆不离念佛，不离念法，不离念僧，不离念同行菩萨，不离念菩萨行，不离念诸波罗蜜，不离念诸地，不离念力，不离念无畏，不离念不共佛法，乃至不离念具足一切种一切智智，复作是念：我当于一切众生中为首、为圣、为殊胜、为妙、为微妙、为上、为无上、为导、为将、为帅，乃至为一切智智依止者。是菩萨若欲舍家，于佛法中勤行精进，便能舍家、妻子、五欲，依如来教出家学道。既出家已，勤行精进，于一念顷得百三昧，
得见百佛，知百佛神力，能动百佛世界，能过百佛世界，能照百佛世界，能教化百世界众生，能祝寿百劫，能知前后际各百劫事，能入百法门，能示现百身，于一一身能示百菩萨，以为眷属。若以菩萨殊胜愿力自在示现，过于世数百劫千劫百千劫，乃至百千亿那由他劫，不能数之。尔时金刚藏菩萨欲重宣其意，而说颂曰：若人集众善，具足白净法，供养天人尊，随顺慈悲道，性解极广大，智要亦清净，为求佛智慧，发此无上心，尽一切智力，即以无所谓，成就诸佛法，救摄群生众，为得大慈悲，即转圣法轮，严禁佛国土，发此最胜心，一念知三世，而无有分别，种种实不同，以示于世间，略说求诸佛一切圣功德，发生广大心，量等虚空界，悲先会为主，方便共相应，信解清净心，如来无量力，无碍智现前，自悟不由他，具足同如来，发此最胜心。佛子始发生如是妙宝心，则超凡夫位，入佛所行处，生在如来家，种族无暇殿，与佛共平等，觉成无上觉，才生如是心，即得入初地，智要不可动，譬如大山王，多喜多哀乐，亦复多尽兴，极大勇猛心，即以庆悦心，远离于斗争，恼害即嗔恚，禅静而直直，善守护诸根，就是无等者，所有众智慧，此处我当得，意念生欢喜，使得入初地，即超五部位，不活死恶名，恶去众威德，亦不贪着我，即以于我所，是诸佛子等，远离诸部位，常行大慈悯，恒有信恭敬，惭愧功德备，日夜增善法，要法真实力，不爱受诸欲，思维所闻法，远离取着行，不贪于利养，唯要佛菩提，一心求佛智，专精无意念，修行波罗蜜，远离产虚狂，如说而修行，安住实语中，不污诸佛家，不舍菩萨戒，不要于世事，常利益世间，修善无厌足，转求增胜道，如是号要法，功德亦相应，恒起大愿心，愿见于诸佛，
护持诸佛法，摄取大仙道，长生如是愿，修行最盛行，成熟诸群生，严净佛国土，一切诸佛刹，佛子悉充满，平等共一心，所作皆不空，一切矛端处，一时成正觉，如是等大愿，无量无边际，虚空与众生，法界即涅槃，世间佛初心，佛至心境界，如来至所入，即以三转境，彼诸若有境，我愿方始境，如彼无尽期，我愿亦复然，如是发大愿，心柔软调顺，能信佛功德，观察于众生，知从因缘起，则心慈念心，如是苦众生，我今应救脱，为是众生故，而行种种施，王位及珍宝，乃至象马车，头目与手足，乃至身血肉，一切皆能舍，心得无忧悔，求种种经书，其心无厌倦，善解其意趣，能随事所行，惭愧自庄严，修行转坚固，供养无量佛，恭敬而尊重，如是常修习，日夜无懈倦，善根转明净，如火炼真经，菩萨住于此，进修于实地，所作无障碍，具足不断绝。譬如大商主，为利诸商众，问之道显义，安隐至大乘，菩萨住初地，应知亦如是，勇猛无障碍，道于第十地，住此初地中，做大功德王，以法化众生，慈心无损害，统领阎浮地，化形弥不及，皆令住大舍，成就佛智慧，欲求最圣道，舍己国王位，能于佛教中勇猛勤修习，则得百三昧，即见百诸佛，震动百世界，光照形意耳，化百土众生，入于百法门，能知百劫事，示现于百身，即现百菩萨，以为其眷属。若自在愿力，过世数无量，我于地狱中略数其少分，若欲广分别，以劫不能尽。菩萨最甚道，利益诸群生，如是出地法，我今已说尽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卷第34。